要这边说明一下吗？不是讲错，各位贵宾大家好，我是粉红猪周星，这就厉害。我可是跑出来路上就想吃掉了。哇！这个我要介绍一下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叫做金鸡鲜鲜海陆盘。那个够鸡呢？够就觉得有鸡啦，就是金鸡，然后你看干贝啦、鲍鱼啦、蛤蟆啦、阿姨呀啦，再加上我，所以呢，其实只要来到这里买，然后回去真的食材很好的话，像我们这种真的不大会煮的话，食材很好的话，切切还能就会煮。这两块的龟上妈妈一定欢迎。哦，就欢迎。哦，欢迎他。而且这个啊，去送礼也非常棒，然后送婆婆的话，开心了，哇！那边出彩了，哎呀，边出彩啊，宝贝彩英啊，哦，而且直接把房子过户给你，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很特别，是因为啊，以前呢、啊，我小时候我非常喜欢逛迪化街，我是那种半夜十二点会去逛迪化街的，可是那时候觉得哇，有时候很冷啊，风吹日晒雨淋，可是我觉得现在这里释放就直接哇，在里头就速席。那今年呢？如同刚才美丽的主持人有介绍，今年我们有388家厂商，600家摊位，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说今年其实有个第一个特点，就是说这个388家厂商里面有这个接近250家厂商，是新的厂商第一次参展，来自国外的产品的厂商的摊位达到100个摊位，就是20%啊，就是国外的产品。那这个国外的产品包括了19个国家、70几家厂商、100个单位。第二个特点就是一个非常国际化、相互交流的一个国际风景区。台湾宝岛的各地的产品，你都在这边买得到，这也是让消费者很方便啊。这是第三个特点。今年呢，我们有个慈善公益区，我们邀请了17家团体，我们提供摊位，提供这个场合给他们来过来推广他们的产品。那今年我们跟朝天宫有一个活动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。就是说，法规做公益啊，求得金马主，所以我们会办一些活动，邀请我们的消费者来做慈善的宝贝。那宝贝你可以公益捐款啦。那这个宝贝的那个慈善的钱是捐给公益团体，希望大家一起来，又求保平安，来保健康，然后又做爱心嘛。3、2、1。1月12号到1月16号，大家休假来跨界的世贸年货大展，在里面证明展。